现在他面对着一个凡人。全军出击。打野狼人自己打去呗。你为何而战？再来！站起来，再多打一场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双杀。二换一血钻，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以逾越，甚至不一定真的是潘森E没改呢，可以扛塔。还没改呢，下个版本改，下个版本改没有办法扛塔了，但是下个版本改的有点猛。野马来了，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我要回家了啊，我得出装备了。你这干嘛呀？你下回死我可不管了啊，你爱死不死。我都要回家了你还上去，你怎么的？这不死不回家啊？
还不回家？斩女神之泪啊！这要出啥呀？嗯？复仇即是寒。没搞懂。处理高山，定不许。我闪现踩他好了，这小子星辰遥不可及，你是我握起长枪瞄准天际。好像先杀沙米拉好了，沙米拉好像有点厉害，不杀他们家辅助好了。我怕这日女儿这控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还对呀，这日女伤害好高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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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猴迷妹的飞机。哎，后边有人啊，你干他。哎呀，
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他怎么点信号也不听呢？你就高过一座山。强者无需慈悲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心跳的间隙都是我出手的时机，他不管来没事，我星石一这呀，我操，只要会流血就是我的时机，没见过。让他指也没事，没关系。让他指着不？可以。你们觉得这木印攀身怎么样？有没有搞头？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，那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我们换来的。
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无度深渊，于是我便开始攀登。哈哈，一反了。我这波可能会死。必然前行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那我差200块钱。回家了，我来吧，木印盘森。这可救不了。我们生长在暗影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还行啊。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哎，其实辅助出啥都差不多，都还行。AP 耗着啊，老耗着。来破败，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
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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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你怎么知道呀？那我看你玩过可能。